想送你的东西太多了，只能选一个，真是有点难啊。仪式感就是为每个普通的日子赋予特别的意义，我希望我也能带给你这种感觉。我费尽心思亲手设计的礼物，当然要我亲自帮你戴上了。这份礼物只是今天一切行程的序曲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证据吧。契约无法丈量情谊，那到底用什么才能称量你我之间情感的重量呢？和你在一起真是令人期待啊。